然后呢，这个忍和尚又说，如且去一两日思维，更作一计将来，无看汝计，若入得门，复汝依法。还是安慰一番呢，你暂且回去吧，你再想个一两天，再做一个计子来，我看看，如果你果真是入门了，那么我就把衣钵传于你。这个上面还是很安慰的。五祖忍和尚对于六祖慧能，当时啊叫如行者，他是很惨的呢，但是对于神秀他是非常温和。大家有没有去看到差异？他跟五祖跟六祖讲尔这列寮，他直接跟他讲，你这个阁僚啊，乡巴佬啊，你这乡下过来的南方的粗狼啊，他直接是这样讲的。但对神秀呢，他说如且去，你再回去再做来我看看。所以哪一天你要碰到你的师父，雄雄拿一支菜刀给你扑下去，你不老火，你要当下不动，又给你骂两句啊，你啊如灌顶一般安然自在，这个就叫菩提无是处。我们一般人啊没看呢，没看呢，这就是根气不同，堪得。那刚刚有讲无上菩提，黄檗禅师他有讲，菩提无是处，佛亦不得菩提，众生亦不失菩提，菩提本性不可以深得，不可以心求，一切众生即菩提相。然后我们这个真心啊，是无形无相啊，体遍虚空，用周杀戒，一切大乘经典都是要告诉我们要发明这件这个事。所有大乘的经典说来说去那么多，跟你讲菩萨道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，不你就没叮当嘛，就只好叫你无我的去做这些事，然后再叫你在心中无所求，三轮体空，你做所有的事情用你的所有一切大机大用来做，然后心中无所求，为了就是要让你看到自己这个心跟这个性，明这个心，见这个性，而进入一切真当中。所以真心不来不去，不染不净，生时性也不来，死时性也不去，湛然圆寂，心静一如。所以我们在读很多大乘经典，我们常常会落错重点，我们常常重点放错重点。佛陀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慈悲是众生，那我们应该如何帮助众生，那我们应该如何度化众生，而忘了第一个要见自本性。你要真的去懂得菩提心，它本身讲的就是清净本性的显扬，由这个清净本性显扬里面出来所有的一切，那就吻合大乘佛教所讲的一切行仪。你度化众生，他不是为了求功德，
它也不是标出来的一个慈悲，这慈悲只是一种办法。那你如果以菩提心无助身心，以菩提心的角度来度化众生，不谈慈悲，而是真慈悲，因为它里面没是非没纠结呀。修道人呢、啊，修道人呢、啊，心如明镜啊，无所染着，妄心不生，我所心灭，自然清净。一个修行的人，如果一天到晚都好，我看那有够可怜，咱若无紧来传一个声来去帮助伊哈，我就不是我。这个时候，其实你在恭维着自己的妄心，你在自我意识里面的我所。你如果说看到众生的疾苦，无助身心，他没有所谓分别的这些东西，直接进入众生中，你不对立，直接进入众生的苦厄中。那这个上面以什么样的办法让他消除这个苦厄，里面他没有你要与不要负面或正面的一些言辞，刚刚是有我所的啊，这够可怜，这政府太无能了，无能的政府，所以一定要有慈悲的我。这个时候他本身就是一个对立，说我应该来做这件事，要不然我睡不着，这个是为了道德良心的安慰，他不是无助身心。无助身心的状态，他只直接进入众生与我是一样的，直接进入众生的苦厄中，而进入苦厄用最适合他的办法，无形无相自然流出，圆觉经里面讲自然流出，而众生就这样圆满的三轮体空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我所心灭自然清净，他没有所求不期待，因心地清净故，真知真见就自然现前。如果你的心清净，自然就现前。我们常常会有在很多事情搞不清楚，搞不清楚的时候，如果你不要起是非心，你不要起是非心，就进入他的心就好了。进入他的心，你会发现他在抱怨，他在指责，他在要求，他在保护他自己。那这些的言辞的背后，你不要跟他对立，你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，你自己不起意识心去批判他，虽然他在批判或是他在要求，这个时候你只要心地清净无我所，然后真知真见，你就会现前，你要了解他现在陷于苦厄当中，所以他需要帮助，我们如何把这件事情圆满，然后就去做它。那刚刚如果你心中有一点迷惑，有点不了解他为什么这样，这个时候安住就好，安住，至少明你的心，明自己的心呢、啊，你安住，让自己安住在清净中，没有我所，你安住就好。然后慢慢，他越说，他越表态，他需求什么？哦，原来如此。你现前，自然现前这些道理，恍然大悟，哦，原来如此。他在什么样的状况？那这里面呢，自己心是不动哦。所以一切时中念念自见，哦，原来如此，如此如此，原来如此。他要的是什么？他需要的是什么？他在抗争的是什么？以众生为所缘，这个部分心是不动的，明这个心，而完成它过程是称性之行。
这个才能够万法无碍啦。所以啊，在所有里面，如果说我们要修学的话，就是保持高度的警觉性，要让自己保持高度的警觉性，而不加主观客观。不加主观客观在这里面呢，自然让它运作。那这里面呢，五祖忍和尚说，复汝依法，我就把衣钵传于你。这个时候呢，神秀作礼而出，又经数日，坐骑不成，心中恍惚，神思不安，犹如梦中，行坐不乐。很明显嘛，有就有，没就没。所以神秀呢，他还是顶礼了，出来了。好几天想要想什么都没办法想，要做一个计也做不成，因为你用的模式是用思维法，怎么做得成？他这是一个思维，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揣测圣者？我怎么样的心思才能懂得佛他们悟的境界是什么？你这都心思口意，当然恍惚啊。所以在行住坐卧里面呢，都闷闷不乐。一个人能够万法无智，那真是不得了。看所有的一切，我们要明白，所有一切都是自心显现出来的东西。你今天高兴不高兴，看事情的是非喜好，都是八识天中唯心所现的。能够一直指认这一点，修行很快就可契入。你每天晚上就做这么一件事，每天晚上或是一件事情过后，让自己静下来，唯心所现。你看，我刚刚生气咯，我刚刚起动念咯，我刚刚在这上面有情绪咯，我刚刚有之见的判别咯，自我意识现前咯，主观咯，至少明这个心，明自己心中八识出来的这个东西。当你每天指认这个，然后了解他，不理他。了解他，然后让自己回到宁静，这是虚妄啊，这是虚妄。再让自己真正的静下来，静下来之后，很多 事情就会如如现前。试试看。那这个在想讲到当时发生的现象啊，这个神秀呢还是挤不出东西来，因为这是心意识的造作，它不是明心见性，它不是真实体性的东西。人要让自己回光返照，那是把握住你现前清净的这个东西，这个觉性。复两日，有一童子于对方过，唱诵其迹，慧能一闻便知，此迹未见本性，虽未蒙教授，早示大意。遂问童子曰：“诵者何迹？”童子曰：“尔这列寥，不知大师言，世人生死事大，欲得传复依法，令门人作迹来看。若悟大意，即复依法为第六祖。”神秀上座于南廊壁上书无相记，大师令人接送，依此即修免堕恶道，依此即修有大利益。慧能曰：“上人，我此踏对八个余月，未曾行到堂前，望上人引至祭前礼拜。”这个一读就知道了哦。又经过了两天，那有一个童子，当然就是很年轻到寺里面来，开始在修行学习的一个童子，年纪轻，在20岁之下称之为童子，于对方过，就从
慧能如行者，他在后面就是打鼓的地方啊，就是那边从那边经过，唱诵奇迹，唱着神秀的无相迹。那那个迹字是什么呢？大家当然就知道，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当然这个迹他就一直在唱诵。慧能一听这个迹没有见性啊，因为慧能自己当时还在南方的时候，就听应无所住生其心金刚经奉诵的时候，心中悟得清净本性。当然智慧未现前啊，只是说悟得了知本性，所以他知道这个是未见性的，虽未蒙教授，还没有经过谁的特别的指导，忍和尚也没有来指导他些什么，但是他知道自信清净，把握住了，他见过了，他有开悟，他有开悟的经验，所以早示大义，早已经知道佛法的大义，就是每个人去找到他清净的佛性这个东西。于是他就问这个童子，你在送什么呀？哎，你看这个童子还是很瞧不起他的，耳这列了，你是童子，他不是老子，但是还不至于是童子啊，是不是？像这种哦，我们一般世俗里面非常容易轻贱他人，非常容易看人无就对了。他说不知大师言啊，这你不知道，五祖忍和尚有说，人生中最重要的就是生死这么一大件事情。大师想要把他的衣钵传承下来了，所以呢，命令我们大众啊，就是门人，每个人都做个偈子给他看。如果啊有谁能够悟得了佛法的大义，那他就要把衣钵传给谁，作为第六祖。那这个神秀上座啊，他在南廊的壁上有写下这首无相偈，也就是我刚刚在念的这个啊。大师呢叫大家都要诵念诵念，要背诵，说如果照这个偈子修的话，可以免恶道；如果照这个偈子来修的话，那么以后会有莫大的利益。为什么会免恶道跟莫大的利益？他为什么不讲能够出离生死？因为这个是在有上面修的啊，你在有上面修的当然就叫福啊，有相啊，所以这个忍和尚他也没说错啊，他说可以免恶道，你一定会由恶转善嘛，由恶转善，然后不要让自己染上一些恶习，你还在加工变形，其实是加工用形啊，但是这个累积的东西呢，跟你悟得清净佛性是没关系的，这是世间福，所以免堕恶道，有大利益，人天报。慧能曰，慧能听了之后就说啊，另外一本说，我亦要诵此劫来生缘啊。当然这个版本很多种啦啊。那慧能他就讲上人，这个上人是在尊称童子，有没有看到差异很大？一个说好你的真卡松，一个说哎呀尊者您。所以越是高傲邪慢者，这个习气重，老是以为自己可以做一些伟大的指导原则，老是可以高高在上叫别人是劣僚。这个呢慧能导师都能够尊重众生的佛性，你看到众生都有佛性，你自然就会尊重他。童子亦是如是，他说我在这里啊踏对已经有八个月了，我没有走到堂前，就是忍和尚说法的地方，希望上人啊你能够引导我，带我走到前面祭子前面那边也去礼拜。于是呢童子引至祭前礼拜，慧能曰，慧能不识字，请上人慰读。那童子就带他去了。
慧能就说我不识字，请上人你为我来读一遍。时有江州别驾，姓张名日用，便高声读。慧能闻已，遂言亦有一计，望别驾未书。当时哦，江州的别驾，江州就是讲现在的湖北旧武昌府跟江西这个附近，这个叫江州。以前的这个编制跟现在不一样啊。别驾是一种官的名字，这个别驾就是州刺史的左吏。前面我们不是有知道有个刺史吗？啊，邵州伪刺史嘛。那伪刺史他的属下的意思，就帮助他的。所以这个别驾就是刺史的左吏。那因为刺史到哪里去他都得跟在旁边，但是是坐另外一辆车，所以名字叫别驾啊，是这样的意思。所以呢，这个江州的别驾叫姓张名日用，张日用，他就高声的把它读出来。慧能一听呢，说我也有一计耶，那请别驾你帮我写上去好不好。哇、哦，这不得了哎！大家都想过头了，也没想出个什么东西来。你现在听了这个计，马上就可以对一个计。这个别驾言，汝意作计，其事稀有。当然，这个一定是有轻蔑之意啊！你个还要做戏故计？哦，奇怪了，急了，急了，意思是这样，轻蔑之意。慧能向别驾言啊，慧能他就直接回答。欲学无上菩提，不得轻于初学。下下人有上上智，上上人有末意智。若轻人，即有无量无边罪。哦，他的嘴巴很利，不是省油的灯。他就直接向别驾说，他说：“如果是要学无上菩提的话，那就不应该轻视初学的人，因为啊。”下下人，也就是你看起来不起眼的这些人，他也是一样有上上智的，有你意想不到的真实智慧。上上人有末意智，那今天有的人你觉得他是顶尖聪明的，上上人有些时候也会失去心智的时候，有些时候呈现出来买吐嘴了。若轻人，即有无量无边罪。如果你轻视别人，你会有无量无边的罪过。哦，这个别驾，他还是接招了。他马上说：“别驾言，汝但诵记，无畏汝书。汝若得法，先须度吾，勿忘此言。”他这个马上就转。他本来说哦，你还要做戏顾忌哦，哦，忌了，怪了，应该讲你不要再搞轻视哦。他说好，你尽管做记子出来，我帮你写。如果你能够得到佛法的话，你先要度我，因为他毕竟是去参学的，一心想要证菩提，所以不要忘记这番话。那我约定。我绑你下，你要不要多啊？慧能记曰，于是他就写了这个颂记：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这个记子出来了。书此记矣，徒众总经无不皆讶，各相谓言：其哉不得以貌取人，何得多时使他肉身菩萨？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先了解上上智。我们一般啊讲上上人，上上人讲这是世间里面你以为的上上人，但这个真实的智慧，它没有所谓上下之分的。所谓上上智，以出世间的上上智，是讲诸佛菩萨观察一切诸法极尽的实相。然后能够在这极尽的一切里面证得如来之智慧，跟佛一样的智慧，此一智慧超出凡夫外道，
它不是世间智，与声闻缘觉的智慧也不同，所以称为上上智。但是这个地方不是在讲佛的上上智，是在讲说下下人他也有所谓顶尖聪明或是能够证得菩提的这种智慧。他讲的是基本上来讲佛性。菩萨是不重酒席也不轻初学啊。我们一般来讲啊，会有一个哦，我哈咋顾啊，我学佛学了三五十年，难道比不上你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子？这句话以后不要这样讲。你学佛三五十年，可能在佛门里面的行仪比较好，走路拢有风。那可能你受戒站得比较前面，菩萨戒拜起来姿势比较标准，对师父恭敬的样子比较会回答。那如果到佛堂一回事，回去依然攀缘附会，那么一点智也没有啊。如果今天真实的完全撇掉这些形式的东西，而你着重心法里面，真正能够在这里面去修为，虽然你有一些还粗糙还没有修饰过的东西，但你不起之见，你慢慢的会把这些雕塑成如法如律。像慧能自己悟之后还在猎人堆里啊，这个里面呢，它有一些是需要慢慢的在事项上面去雕琢的琢了。理可顿悟啊，事需渐修。不是说你懂了这个道理之后，所有的事情你都会做得很圆满。没有。它是要慢慢不断不断在淬炼，而不断不断在借势练心。那这个地方讲的是基础上针对于佛性的这个东西。那别驾就帮他写了。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这个就是我们记字里面的。在要进入这个时候，我们先了解他用菩提来比喻，这是一个对一个对之对的。这个来跟同学解释一下，因为他写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正是神秀的镜子。他有身，有身即有我，有心即有事。有我的意思，是不是有我的意思？时时勤拂拭，他有时间观。要有时间观，勿使惹尘埃。他是不是有尘埃？是不是这样？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。你还要撑住他呢？你身心啊，你有身有心有台。他只是用这个镜来做比喻。你有时间观，跟你有尘埃，这里面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存在。这是渐修过程。凡夫以凡夫地，凡夫修的时候不知是非，所以
当你不知是非的时候，你要把自己当成菩提树，你要把自己当成是有佛种佛性，那我这个是要成佛的色身，所以我这样的时候我要看到我的心，那我的心要学习的如镜子一样，然后要把自己安全的正确的规范好。这个镜莲池大师有讲，他说真实的修行大圆镜智，在讲的这个镜，在讲的这个镜是镜能照物，而物未来时，镜不攀缘。他讲这个心，它不是像我们凡夫一样，我们凡夫一样心意是不是不断的妄想杂念攀缘附会，可是他说镜不攀缘，他说镜不攀缘，物方对镜，当这个因缘现的时候，这个物跟这个镜，就是大圆镜智，你的清净，当你两个对起来的时候，物这个照物了了分明，这个镜子它没有是非，它看到这个物的时候就很明白。刚刚是不是有举例，你直接进入对方的心中，并不是你在有一方自我的揣测，那你这个镜子就有是非了。当然这是一个举例，他用镜子来举例，而无分别，照物了了分明而无分别，镜子本身它没有分别意识，物既去时缘起缘灭，镜中不留痕迹。重点是这一个，圣人之心常即常照，三际空寂，是不是没有时间观，在一切时中的运作，他没有期待心，他没有预设立场，他没有时间观，他也不拣择，他没有，他只是在发展最大的作用。所以三际空寂，照之前，照正中，或者照之后，俱空俱寂，不住。这个莲池大师他就讲，如果我们懂得每个人这个心呢，以镜来比喻的话，所以我们一般在使用我们的心性的时候，心性刚刚有讲，凡夫分心性，物后心性为一而非二，凡夫会看到明心，为什么要明这个心，表示你这个心呢，非真心，所以你才要明啊。他真心是本来的常态。这个明这个心，这个心是在有分别，明心见性。次第上，你先明你的心意识，明意识的时候不住，只认，只认之后才能够安住佛性现前，这个性是行真如清净的觉性，所以达明心见性，这个时候真的在使用心性是一种合一，所以觉者心性是不分别的。凡夫说有心跟有性，圣者不分心性，因为他只是在讲觉性的使用。所以镜能照物而物未来时，就因缘未现的时候，你不用得要搞搞心，不用攀缘的。那么众生之所以痛苦，来自于不断的攀缘附会，过去发生所谓缘起现象现前，当下的时候会有个五蕴的发动，意识
落卸下来之后，就放在心中，课程就住进来了。这个把这个东西的答案放在心中，课程住进来，于是呢，在这上面不断的取这个境，取这个过程，圆这个境，攀缘它，产生了一个未来的期待。这里面不断运作运作，不能清净。但真实的，如果大圆净智对的时候，你就分明啊；没有对的时候啊，你就波蕊无性，波蕊无知。你这上面就是安住于什么？聚空聚集，就聚空聚集。这个地方我们来看六祖慧能大师，他这个句子其实是破这个句子。今天一个修行者平常内心没有四句偈，他是没有的，他内心是极尽灿然，他根本就没有，他就是空跟极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他把身比喻是菩提树，菩提树讲的是毕波罗树，当时世尊在毕波罗树下成道，那这棵树经过很多的国王砍伐，王妃砍伐，可是他都一样欣欣向荣，历时很久。那当时这棵树就叫菩提树，他把自己的身体譬如是菩提树，心譬如明镜台，就是心有心，可是要让它很干净很干净很干净，我的心不能有杂念。其实这是善恶篇啊，这是比对的善恶篇。时时勤拂拭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只要有错误的不好的想法，我都要让这个心洗净，勿使惹尘埃，不要让这个东西住在里面。这个是渐修，它是去除，为了要什么？取一个净，它为了取净相，取净相，这是为了去染相。这个是取净相，一个为了要去染相，你也可以说这个是取净相，这是去染相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看这个句子的时候，一听就知道这没有见，这没有见性了。慧能他这个句子就是破这个的，菩提本无树，他没有生的想法。明镜亦非台，他没有明不明的问题。你清净的觉性，每个人的佛性，他一直常住，他没有我哪天没有了觉这个东西，他一直常住。你今天看黑板能不能觉？感觉到刚刚声音也能不能觉？都能觉。黑板这个字是形象，这个字的背后它的道理，透过解说能不能领纳？是不是觉在？觉这个心中有是非吗？讨厌黑板跟讨厌这个吗？是不是你的觉性发挥的最大作用？刚刚喇叭是不是传出叉叉叉的声音？你能不能觉？可以觉，脸不用对着喇叭。是不是你在觉黑板的同时，是不是也能觉声音？那个声音给你什么感觉？好吵哦，你就有明不明，因为你走的，你是不是还是觉？还是觉？觉吵跟觉是非，如果你只知道那个声音的起落，那这个声音它没有是非，透过这个声音是要让你了解声音，结合黑板文字，结合你从文字背后能够了解的体性，是不是都可以干净的？那如果你把这个觉分成，这个很好啊，讲得很明白，怎么那么吵？这个是不是染净？一个觉清净，一个觉染。如果你能够让这一些你没有
用明不明的心，你没有分别，这个声音很吵。而在这里面呢，你自然的那个能力，那个觉性一直发挥着，而你觉性的只是直接进入这个寂字，而不是进入黑板。刚刚是不是透过黑板来进入文字，进入寂字，透过寂字的解释而进入自己本身。如果你可以这些前面的这些介质介面，这些因缘法都知道它是缘起缘灭，你直接进入这个没有抬不抬的问题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它这个是在对于根本没有尘埃。你如果了解修行里面，当你看到这个物相，这个事件，它本身背后有它的因缘法，因缘了不可得。这个物的成立，它有很多很多的题材，很多素材，很多的过程而成就了这个物。当你看这些的时候，你都知道缘起缘灭。在物相上它有因缘法，它是生灭法。在道理上呢，你知道你的心性的这个觉性一直常住，不生不灭。当你了解这些的时候，借由你不生不灭清净的这个佛性觉性，来生灭中悠游自在，在所有的缘起中缘灭里圆满，那么这个就是你修行的重点。所以本来无一物这一句话成为顿教，也就是顿悟禅它的一个代表口号。那我们再来看这边还有一个偈子，这边还有好几句，这是楞严经里面的。我们众生之所以有问题，就是因为知见力，是这样读的啊。第一种读法，知见力知即无明本。当你有任何一个概念出来，任何一个概念出来，你抓着，你就抓着这样的一个知见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你为什么一直在无明的基本呢？所以大家要指认自己内心的东西，你要很清楚。啊，你这人就是拢安呢，你已经把它定格，你把它解释完毕，你取了一种知见放进去。你永远是无明的，你在所有里面一定在找一个自己的知见。知见无见，如果你这个知见，这个无是突破的意思，如果你这个知见当中你知道指认哦，指认这是我心意识哦，一切唯心造，那这个呢它是虚幻的，它不是真实存在。知见无见，思及涅槃无漏真境，云何事中共融更融他物？这中间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包含在里面的过程吗？没有。那我们来看第二种读法，知见力。你若知见成立了，内心八识田中，知见成立，知即无明本，你知道，这个就是无明本。刚刚是不是知见立知，把这个知站着，把这个东西存在着，这就是你无明本。进阶一点的话，知见立，诶，我知见立，知无明本，这个状态就是我无明本，就是在指状态，就不用指知见了。知见无，这个知见是空花，是幻化，知见无。见思即涅槃，这第二重读法。知见无的话，你这个见真知灼见，这个是实相，它不是知见，它是清净的，是觉性的使用。见思即涅槃，无漏真境，它不是是非，
是清净的。云何事中更容他物？这中间还有什么东西夹杂在里面？没有，就是实相。而你就是真如体现，所有你了解的一切的这些东西，就是万法，这些就是宇宙人生的道理。所以这个偈子是来破这个偈子的。然后无主忍和尚说，这个偈子未见性，因为他是破他的，这个偈子还未见性，他只是知道性，知道清净，未见性。因为见性之后要趁性行，他没有向上一路的作用出来，这样知道这两个偈子，他还没有向上一路啊，就是说我知道这不对，这样还是说我知道这事情啊，这是非啦，啊，这怎样啊，就这样，我知道趁性而行，其实我没有管这个是非或怎么样，可是当下就该怎么样就完成去做它。所以这两个句子比对好。所以这一段呢，神秀他本身对于渐修上面一种下功夫自己体认出来做的结论。那下面的这两句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，这是他比喻要修行的，修行的功夫要做的勤。如果我们心中有任何的五蕴的这些东西，我们要保持干净。心境上面如果有五欲六尘的话，我们就要用我们的觉照好好去观察它，还原它，让它那个觉性发展出来，见自本性。那如果我们一直住在五欲六尘里面，这个觉照的观这个广大的这个智觉照用是看不到的。一个现在烦恼中的人，他不知道他可以远离烦恼，是因为学习过了办法，你才知道你可以不要有烦恼。一般如果他是个烦恼相现起在忧郁中的人，他重点是一直在强调他的忧郁，跟强调他现在的这个瓶颈。因为听经闻法，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有清净的觉性，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不要这样子，我们每个人的佛性是光明的，它是极静灿然常住涅槃的。当我们有这样的状态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可以自我对话，对话我不用这样，所以我要断五欲离六尘，这个运作就是这个四句偈的意思。我们借由外面的概念来破除我心中的这些东西，这是渐修。但如果这个拂拭，时时勤拂拭，这个擦的动作，如果擦的动作能够擦的干净，能够擦的干净，里面不思善不思恶，那么还是佛性会现前。那我们一般是用净来替代染，也就是我这个心不够好，很多人会这样做。这个动作是让初学者做的，不是你修行到某一个深度的时候要持续这样做。你如果持续这样做是很麻烦的。举例，比如有一天你有一个坏念头，某某人跟你有一点点冲突，你有一个坏念头，然后想着坏念头，想着哎呦我怎么这么坏哦，时时勤拂拭，我不可以这么坏哦，我要把他想成我的恩人，没有他我就不会有今天，没有他我就看不到我的执着，没有他我就不知道有学佛，所以我要回向给他。
所以每次他对我怎样的时候，我都要倒着想，我都要倒着想，他对我有恩，他是我的恩人，然后用笑脸来面对他。这个是用静来换然，这是给初学者做的。本基金会现阶段积极推动之会务为佛学讲座、念佛共修、禅修教导与实践身心灵健康教育，与辅导老病及临终关怀。另本会备有印可法师讲经弘法等课程之 DVD 光碟片及法宝免费结缘，联络电话04-2242-2002。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自成立以来，护持佛法不遗余力，为法轮常转正法久住，敬邀社会大德发心赞助弘法经费。若蒙捐助善款，请汇邮政划拨账户，账号22718807 22718807，户名财团法人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。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敬邀您护持弘法，共转法轮。阿弥陀佛。